好，我们来解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。首先，我先把它给因式分解。这是 x 可以抽出来，x 加2等于零，所以它两个解是 x 等于零或者 x 等于负二。这个符号叫做或。就 x 等于零代进去会等于零，或者 x 等于负二代进去也会等于零。那这两个呢是它的解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这个可以抽出 x 来，2x，减掉呢 x 减3，所以减 x 加3等于0，所以它有两个解。首先 x 等于0，再来另这个等于0，x 等于多少呢？负3。因为这个是等于 x 加3嘛。那零 x 加3等于零的话，x 就等于负3，所以它两个解是一个是零，一个是负3。